可爱又疗愈的女仆是许多人喜欢的要素。现在韩国就有一款主打满满女仆的手机 RPG 新作推出喽。Maid Master 的故事发生在机器人高速发展的未来，本应协助人类的机器人被病毒感染而暴走，唯一没被感染的只有女仆型机器人。玩家带领武装起来的女仆机器人击败来袭的暴走机器人，保卫人类的生命安全。在开始战斗前，玩家可以依据角色特性，以自由拓移的方式来改变队伍阵型。战斗开始后，就可以将大部分的事情交给他们，玩家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发动技能就好喽。游戏中的每一位角色都有独特的女仆装设计，女仆控的玩家们肯定不能错过哦。